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冠霖。这一次呢，我在院线电影《凤凰传》里头扮演的是前秦大帝苻坚。在这呢，冠霖也预祝中润开元全新演唱会圆满成功，也预祝《凤凰传》能够大卖，票房大好。那在这边呢，更祝大家每天天天开心。为什么戴墨镜呢？因为我现在在拍戏 ，OK。